新浪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曾舜晞。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衣服都能代表当时的那个当下的情绪，那我觉得可能当下那个情绪就是一定要做自己，一定要是自由的，才能有让人觉得惊艳的东西出来。非常好，我觉得女生穿西装就会觉得很酷，然后很神秘，很独立，很有个性。对，那请你穿 smoking。 穿军装确实第一次，我觉得多尝试吧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可能有时候爱耍点小脾气吧，这可能确实有点像，那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爱生气，爱打架，这个是真的，就是我感觉在那部戏我把所有气都撒出来了，就动不动就摔东西，动不动就发小脾气，这可能是平时太隐忍了，不应该这样。其实今天让我惊艳的是整一个 smoking 的展区，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回到当时那个年代，然后看到几十套真的是都很个性的衣服都陈列在那里，就觉得有很优雅的又很个性的，然后都挺酷的，都挺神秘的。今天确实让我更深入了解圣罗兰先生跟贝蒂小姐之间的故事，就是觉得贝蒂小姐确实是圣罗兰先生的化身。